好，今天到这里来，清明节从这里给老长辈他们烧一点香。进元宝，来，你搞吧，不要吃。人家绑起来行。这里都不能，不要跪的了，现在。可以不要跪地下。跪地上。嗯。这个是。开门。这个是个，这个是，这个是天地通用。存款的存折，这个是送钱表文。干嘛？给你那个。我也不能吗？你别烫到了啊！烫了。小朋友还不知道干啥啊？这个还可以。深圳这个地方还专门可以啊，大家可以去烧一些纸钱什么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天地通银行卡。为什么要把这个两个下？注意啊，别烫到了。干啥？这个就是也烧个香的。这里是，现在这也不是庙堂了，就是神坛了。这好像也是给这种烧的。可以求财啊。求财，求健康，保佑子孙，保佑子孙。在这里求，你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祖先烧给求，然后咱们在那里就有钱买东西。跟那搞好啊，搞好包好啊，进元宝。哎，小朋友，别人东西不要拿，别人东西。你不要去点，小朋友不要去点，烧到手了。在这里来坐一下。好，走走走。拉着你的手。好，把事情做完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跟两个哥哥一起走。你去哪跟我俩一起走啊？往哪边走？我回去就好。我都是和你一起啊。